圆圆，搬七楼。圆圆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吃过最棒的炸鸡店，好鸡翅啊，那是秘诀。我知道。那个，哇、哦，炸的那个洋葱串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珍珍，别这么放屁，去哪儿了？放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憋着不放的屁过一会儿就会被肠道吸收，进入了血液，肠道的压力小了，身体自然就觉得轻松了，屁没有消失，没消失，我没消失，而是跟着血液进入了全身的循环。屁先是到了肝脏，被过滤之后呢，又去了肺部，最后伴随着呼吸，屁就被你这样排出来了。屁屁会影响健康吗？一般不会的。我奶奶可是我没憋住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不同小，有屁要说。